萨 n 娜怀孕惊喜活动，TVBS 实境节目光开门就很忙了。日前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外景拍摄，由店长林心如、杨景华、陈意涵、郭雪芙、张广成、陈浩森等众多明星成员组成的团队，为客人任荣萱策划了一场星空电影院的惊喜活动，以庆祝小妖果任家萱的宝宝即将到来。在这次旅行中。 任荣萱不仅为萨丽娜精心规划了她喜欢的行程，还亲自剪辑了过去几年萨丽娜带全家人去威尼斯、罗马等地旅行的画面。影片最后伴随着感性的文字告白：“谢谢你的爱与付出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只属于我们姐妹俩的小旅行，因为新的小生命腰果要到来了。从你宣布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一家人被你的喜悦与生命缓缓融化。” 只是我们步调走的比较慢，请原谅我们还来不及跟上你超前的步伐。但你要相信，我们是最有爱的一家人，这份心意感动了所有人，不仅让 i n 娜感动落泪，现场所有女成员们看到这个影片也纷纷泪流不止。i n 娜透露，当她得知怀孕后，迫不及待的想与家人分享这份喜悦，但意外的是，家人的反应却更多是惊吓，而不是开心。 他表示，在一段时间内与家人产生了疏离感，尽管他们住在同一栋楼，但联系变得稀少。直到有一次与妹妹通电话聊心事后，他才了解到家人之所以担心胜过欢喜。谈起妹妹为台东惊喜策划的活动，赛琳娜坦言情感既汹涌，情不自禁的哭得声泪俱下，甚至导致次日眼睛有些肿胀。这个感人的故事展现了家庭的温情与牵挂。 以及姐妹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，无疑是一次温馨而感人的时刻。喜欢我的报道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！我们下期再见。